佢就系倪康笔下嘅传奇人物袁振侠，佢亦都系深受广大观众欢迎嘅四大天王黎明。袁振侠传奇，名科幻小说家倪康原著改编，首次拍成电视剧集，再由当时得令不作他人之想嘅天王巨星黎明担纲演出，相信将会带嚟一次极富震撼性嘅科幻剧新潮流。秘密系乜嘢？袁振侠传奇为你带嚟超越时空嘅官能刺激影像，万物错过。